请坐。两年四次都发生过类似万盛银行服务器崩溃的意外，银行账户的账号还有数据在运作，可能性只有一个，洗黑钱。我看见最近有一笔转进你私人账户，怎么解释？你故意坑我是吧？你知道这世界没有免费午餐。证据呢？不然给平白无故出事，你们有没有查过？突然给你加私了。我为什么要相信你？为了证明我清白，我帮你们找陈明志的罪证。不要自作聪明，他们开始行动了，锁定他的位置，黑进他的电脑。有人感应系统，黑钱也动钱了，帮我飞进去，我要找到他。我要你全家陪葬，我一定要找到前面这个混蛋。刘家军，这一枪你要是开了，你就当不了孩子的爸爸了。